大概出了应该有十杯左右吧。所有超过20元一杯的咖啡都是耍流氓。当时我就在想，那岂不是全国所有的咖啡馆都在耍流氓吗？那这个机器的两边呢有两个点单的屏幕，我们可以打开点单看一下。那点单的界面呢有这个经典咖啡、各国特色、非咖啡类，还有它可以单独的来售卖冰块。而且它这个点单的还有这个不同的语言，中文的，然后英文，然后还有日语，然后还有韩语。韩语的这个好像是点不动啊，好吧，韩语的点不动，中文、英文和日语。咖啡机器人的一个介绍，这个地方呢是放糖浆，这边是放杯套，然后呢这边是放这个袋子，后边是它的整个机器的电源，这边包括还有营业执照。那我来点一个冰的美式，那这边可以选温度，另外呢它可以选两款这种咖啡豆，一款是阿拉比卡豆，还有一款是进口有机豆。那这边我点完单付完款之后呢，它里边的机器手臂就立马开始去取杯子了。整个我从点单开始到我拿到这杯咖啡呢，大概花了1分30秒左右。那整个速度呢还是非常快的。各位生，全智能制作，平均50秒一杯，百分百现磨，百分百鲜奶，百分百全球精选。说实话，这个味道真的挺好喝的，真的挺好喝的，就是它不酸，也不苦。就是它喝起来是很中和的这样的味道，而且它咖啡的味道的浓淡度也非常赞，我觉得真的是良心价。那当然就是它这个价格便宜是因为它没有人工，也没有太贵的房租，但真的就是单从味道上来说一点都不差，真的好喝。我记得第一次见到机器人做咖啡是在韩国的 Cafe Show 的展会上，那当时也是这样的一个咖啡小亭子，但是做咖啡的品种呢没有这个机器人做的品种多，不过这个机器有一点小的 bug。 我点完之后呢就遇到一个客人，他们点了咖啡，但是机器不制作，那只能打售后电话来退款重新点单。他没有制作，然后我们起码机器也没有用啊。还有就是如果有人点了5杯以上的咖啡，那这个机器呢它制作效率就会比较低，因为它只能一杯一杯的制作。那我在这里待了大概有1个小时，那陆陆续续的卖出了几十杯的咖啡和饮料。那这样的售卖模式呢也让我产生了一些思考，那它大大的降低了人工以及房租的成本，所以他们的价格呢看起来也非常的有亲和力。那美式10.9块，拿铁14.9块，那热巧克力15.9块。那看到这个价格，那说实话呢，我会带点小小的偏见去怀疑咖啡的味道。那但是我喝的那杯咖啡啊，的确是惊艳到了我。做个小调查，如果这个咖啡售卖亭就在你家附近，你会不会去买咖啡喝？弹幕告诉我一下。那另外我在想，他会抢了咖啡师的饭碗吗？那咖啡师会慢慢的失业吗？我个人觉得，短期来看，应该不会。但是如果从长期来说，那随着人工的工资越来越高，咖啡制作的体量越来越大，那机械化标准有可能会代替大部分不需要复杂操作的这种重复性的动作的工种，那包括车间流水线的工人，那前台的柜员，那银行柜台，那接线员
餐饮店吧员，这些性质的工作。那不过在我看来，机器人可以代替掉这些工作和工种，但是代替不了的是人们脸上的这种自然的微笑，真情的流露，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那层温度。那感谢收看，喜欢的话呢，大家一定要一键三连，我们下期见 ，Cheers。